原告菩萨未离亲，不救殊如之方便，直当一切法利妙，佛陀直教菩萨法，称之为解外理教，自度实相之妙体。啊，了解无？小性者呢，还是执着伫家己独善其身。那小根基的人，不管是佛陀用种种的道理来勉励，但是听的呢，大乘法，这小根基的人拢认为。这是别人的代志，甲我无关呐。啊，我家己呢，就是修在安尼清净无染嘛，一切无净啊，安尼无有烦恼。啊，这都是我的本分事。啊，佛陀安怎讲啊？讲大乘教菩萨法，啊，这拢是别人的代志啦。啊，任何的譬如呢，用书来譬如道理，将道理呢来譬如书，书理用譬如的方法，莫非呢？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人生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呢，我们的心理怎样会动念，结果呢，造成人生呢的苦和乐。所以佛陀也教育总统别完无共，通都该分类啦吼。即原教菩萨未离亲，即就是大根基的人相信佛陀所说的话，也相信自己。还是有如来真如本性，对道理来讲已经清楚了，就是呢，也有一点啊无了解，那是真轻，不是真重的烦恼。无了解代志，真轻微，只是呢。现在这个菩萨上，所以上求佛道，这就是一个进步的空间，这会得下化众生，哪怕是文殊菩萨啦，过去七佛之师，也是捌成佛过，来人间。帮助释迦佛度化众生，伊嘛也阁多爱现菩萨心呐。其实因道理一点啊都无迷，只是呢为着帮助佛来教化，代替众生来清凡。伊现做，我唔知。我代替大家人来问，佛陀来讲，让大家人知，其实伊无迷啦，伊是现阿弥的形象来帮助吼。那对这种大根基啦，佛呢，伊
就是如其方便，伊都唔免安尼绕一大圈，伊呢都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哦。那一日都安尼讲啊，你要成佛，你的修行方法要真正了解了道理，要弃之无明。弃地一分的无明，现出了一分的智慧，啊，智慧从多来，从人群中得哦。那就安尼直接讲啊，菩萨就安尼了解啦，做得对啊啦，唔免搁再啊，用种种来譬如直接呢，就是法。这样说，所以直谈一切法理妙，直接就这样教育。再来，既然因缘成熟了，来到人间的无佛法了，我心界奉行，这样做就对了。这呢立定观中度众生，这是佛陀呢。安尼讲，菩萨安尼接受发大心嘛，行菩萨道，这称之为戒外离垢。这戒外三戒外啦，而这道理。教育，咱昨讲过去啊。第三界来，咱修行的呢，也只不过呢，断分断生死。菩萨啊，也阁有消弭的现出这份呢，这变异的生死，变异生死呢，就是。一念心啊，起来自在，下处倒闭，那东西呢？心愿再来，不管是天堂、人间啊，地狱、五鬼呢？虽然啊，伊有要去，这是伊的心愿呐、啊。不管伫什么款的人间。有缘界众生啦，他都会去，就亲像讲阿难对佛陀嘛是真久啊，但是呢，佛陀灭度了后啦，特别结集经典啦，加入尊者来责怪阿难，讲你。烦恼未尽呐，阿难都讲为着跟随佛陀，所以留着消分烦恼。所以讲发菩萨心呐，嘛是爱有留着安尼消分的烦恼吼。那这就是未离轻吼，就是讲一点嘛，嘛是爱留着啊。啊，其实呢是拢清净啦，都爱看了到一寡爱现出讲，我唔知呢，啊，我哪知呢？佛陀都唔免阁讲话啦，所以我唔知，啊，佛陀呢都爱阁再讲话，所以讲佛陀对这根基真悬的人。讲话呢，说法啊，就真简单哦，唔免搁再牵点弯道啦吼。那伊就直接都有法度吼，唔免用种种来譬如。所以呢，直教菩萨法啦，这叫做戒外离垢吼，破开了这个三界啦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烦恼要安怎治？
佛陀一个就跳过了，讲哦，菩萨法呢，那爱安怎去实行？所以得教菩萨法啦，这叫做戒外理教哦。所以诸多实相之妙体啊，过去的诸佛啊，多多解通哦，诸佛的法啦，拢总相通的道理呢，拢是同款。所以安尼直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但是呢，中间啊，都是爱投入灵魂去行菩萨道啊，这个道理只是这么简单呐、啊。菩萨，人间菩萨呢，嘛是安尼做得对啦，唔免呢用真多吼来去解释。正面的文，安尼讲，我定定也以佛智慧，无贪无着无惑智愿，自住一法，为是究竟我定定也修习空法，这些家业存家自我。譬如吼，那伫这漫漫长久的中夜里吼，那佛陀的智慧亲像日光共款呐，啊，咱家己呢，敢那守伫迄个中夜，抬头看天星望月啊，以为呢，安尼我已经见到光明啊啦，我已经呢。体会到辽阔的天空啦，伊唔知呀，天空之下呢，也阁有万物呢，真侪的事相物理，也阁无真清楚，只是干呐，守伫迄个慢慢的长夜，看到天空安尼尔定，伊用安尼来譬如啦。佛陀的智慧呢，亲像日光啊，天光啊，看到呢，山河大地万事物理呢，拢现在眼前，这是佛的智慧。但是呢，咱都无去想，要爱去取得，所以不贪不着吼，也嘛无迄个志愿呐。以为家己呢，已经伫遮个法拢了解啊，我安尼都好啊，所以我已经究竟啦，得到四果罗汉，安尼满足啊啦。那下面一段文呐，我安尼讲，得脱三界苦恼之烦，自在何心？有意涅槃，佛所教化，得道不虚，即为以得报佛之因。哈、啊，得脱三界吼，那过去呢，就是修习这个空法啦。干那想讲安尼，就一旦解脱三界吼，那认为。自在何心已经到这世人啊，道理透彻啊，气地无明啊，这世人呢就是最后啦，有余涅槃。其实这是有余涅槃哦，因为有余涅槃呢，其实在三界内吼，这个苦恼断除。现在已经知道，佛所教化，得道不虚，即为以得报佛之因，知道佛陀用心教育，我们就真认真修行，现在认真修行，我就是在报佛因，无辜负佛的用心。
哎，确实嘛是安尼吼。佛陀看到弟子认真修行，当然这是佛最安慰啊，最欢喜啊。不过呢，除了伊家己修行以外，佛陀更欢喜因再进一步入人群中，而不受人群所污染。这呢，这是真实啊的清净。也那人群作杂的时，也都烦恼啊，安呢哪有算是清净呢？佛陀爱因断除烦恼呢，就是爱到噶。在真复杂的内底呢，伊还是呢真冷静吼，真清净。安呢，这是真正无受污染嘛，这是真正的断烦恼。所以这个烦恼呢，那就是见思行吼，爱断见思行得无了果。这叫做断烦恼，还脱离三界啊，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这呢，拢总是在三界内，在欲界的内底啊，予咱的看法、思想无明，所以造作这呢，真多呢。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吼，安尼这个源头都是来自于呢，在无明烦恼啊，这就是有灭生死苦集无了地。知影呢，这拢总知啊啦，知影已经呢有灭生死苦无了的智慧。安尼，拢总知啦。那所以讲，自最好心，初心尚存未灭，叫做自家业定，然后就佛世的地主啦，就是还阁有这个身躯伫咧啊。那断除烦恼啊，那身躯还阁伫咧，所以叫做自自最好心。这个身躯也搁伫人间吼，念头叫做断除烦恼，那初心依净啊，不受好友，依净四果果因最好心。这个身躯那些灭啦，身躯那最后一天啊，安尼呢不受好友。我就不再来人间，我就不用再六道轮回，这是假的尊者这样说，因为他已经证四果罗汉，我现在这世人是最后的啦，这是最好心。那有一点烦呢，就是见思随尽啊，尚有心在。这见思行虽然是已经真，也阁有身躯伫咧啊，所以名有余，也阁有留着身躯伫咧吼。那这个身躯呢，较寒的是感觉真寒热，也是同款的热，同款的每天爱有五谷杂粮啊来维持伊的生命，所以讲起来。啊，有这个身躯啦，但是断了烦恼，所以叫做忧郁涅槃吼。那心自空寂啦，名为涅槃。心自空寂吼，那伊的心啊，以为一切皆空啦，所以呢，无有个需求，无有要个再进修。佛所讲的教菩萨法，因认为唔免啊，阮已经呢心自空寂啊，所以已经入这个涅槃的境界了吼。这内心已经空啦，只嘛敢那存身躯一地咧呢，所以
犹疑涅槃。那佛所教化，得到不虚妄，在小教中生灭之法。这个小教啦，这独善其身啦，都是安尼。这个小的教法是佛所传哦，嘛是佛讲的话啦。佛安尼讲，阮照安尼修，果然会当得到呢。啊，这道理了解了后，心呢真平安自在啦。阮真正有得到这个圣道啦，时时不虚，这是真的啦。因为安尼，所以伊得现实。就是安尼，伊就感觉讲，阮得到啊，所以呢，才真正明显显出了呢，迄个失吼，失去了求大法的心呐。所以，故随有余啦。那佛所教为因，佛都教苦集灭道十二因缘法。暂处，吼，一暂一处啦，因呢所体会到吼，因果界真吼，这个因果果佛陀给因的道理，因的用功的结果，这拢呢道理真呐，是各位得道不虚吼，真正按照这个法去体会，下一档呢。自己的内心平安自在，所以得道不虚吼，即为一定的报佛之因吼，感觉即作一定随顺佛之所教诲，阮就是安尼做，佛陀安尼教，阮就是安尼做，所以呢，信受奉行啊，真呢。乖乖啊，修行啊，啊，佛陀足欢喜的嘛。安尼就是报佛因吼，报如来化育之因吼。那当然啦，学生啦，乖，老师都欢喜呀。那佛陀嘛是同款啊，弟子认真修行啊，这就是佛陀呢最欢喜的境界啊。佛陀一代树因缘呐。无不多事呢，为着要教育众生来悟入真理，所以众生啊，弟子悟入真理，当然是佛陀欢喜啊，才因用安呢认真修行来报佛因吼，那为悟定如实修行成道，诸多度他。即为依报佛因，所以因处无虚求大法吼。就是应该是爱来度他人，但是呢，哈，都是停在滴家己呢，定吼，那无想要去度他人，所以呢，无有需求，无有领受佛陀，要在地主呢，在回向向大的意思，还阁无真了解佛陀希望呢。地主回向向大，基础的道理你捌啊啦，起码呢，爱超越了这个基础的道理呀，爱赶紧呢
开大步啦，入灵群中去，发大心愿。佛陀的愿望就是安尼，但是因也未有法度真正呢体会的本怀吼，这是殊菩提顶啊，以为讲吼啊，领了分段生死，安尼就已经报佛因啊，也以为家己呢就断三界烦恼，分段生死，安尼是报佛因啊。这呢，就是自了汗吼，这不是佛陀伊的心意想要教的，不是要叫恁自私，不是要叫大家人呢自觉，但无想要去利益他人吼，所以应该呢，这个法你接受到法，你还过去善行呢佛法的道理呀，还去教育他人。法门才会当相传落去啊，唔是家己安尼，即世人结束呢，安尼一了不了，啊，都拢无咯吼。所以必定爱学佛大悲大智，广度众生，安尼才是真正报佛恩。啊，学佛啊，就是爱安尼啦。咱既然了解，道理透彻，透彻了后呢，咱家己身体力行，身体力行呢，佫会当做人群中的典范。那入人群呢，造福啊，在人群中呢，那会当吸收了真多的智慧，这智慧呢，来磨练咱吼，这个烦恼在人群中。完全弃敌，不受人群呢来染着的烦恼，这安尼呢，这是真正断灭生死。也那无呢，咱还是同款吼，大业来生，咱应该爱发大心啊，发入心了后呢，那咱今生出世把握时间如法。修行行在法中啦，将来呢，咱的身躯，那最后一天，咱大法往生，咱要甲法啦，真理伫咱的心愿，咱的心愿，咱成法再来，唔是讲吼大业往生，咱爱成法成愿再来。这就是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